通讯软体的礼貌守则，切记这些行为不能做。一句话分成好几次讲。有些人他们喜欢用截图聊天，疯狂一直发发发，我觉得超级不礼貌。因为这就可以不电影，我的手机就哔哔哔一直走动，以为那个人就是很急，一打开全部是截图。哎，晚安晚安晚安，你是什么？对，那你能不能不要讲那么下流？今天晚上10点，请打算。